战佛像，平定佛祖，乌通王朝代型。建造新型比在王寺庙的原型更小，底高215厘米。佛站在莲花上，眼中埋珍珠。佛发比较精细，佛光呈火焰形。泰国拉玛五世浴室在袈裟后面雕刻若贵妃，1907年开始建，在三喜寺建造，由马师上处理。